老子能传东西下来，他有他的 data， 对不对？他有他的链接，在当时他才会有那么多东西传下来。多少年了 ？N 年了，屹立不摇，翩翩精彩啊！这些东西就是天地的智慧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道家里面，你不要讲别的了。很多道家的什么什么术练身体的仙术什么术一大堆，都是四两拨千斤。就说你可能没命，你要准备去医院，都快没命，死要那哪的。道家什么术，你只要今天练一下，明天可能就好，然后下一秒就好。Data， 你有没有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有了这个术。用了这个方法，你有没有 power？ 为什么这个术会那么厉害呢？因为接到了天地的源头，所以他用这个术，刹那间一接到，能量场一不通，这个天地的能量一下来通了，好了，仙嘛，就跟神仙一样嘛，仙术，再证明着太阳神的讲的 power 跟 data。弗兰基讲的 power 跟 data， 没有在乱讲嘛，这是真的嘛，真的是这么回事。只是那些仙术，有些人你知道，你却不知道。超级生命密码讲的这些简单的道理，你一做心法，马上这个能量一下来接通了。哎，你不能不赞叹，犹如神仙在你旁边帮你吧，是不是？对，今天。你拿的太容易了，你觉得就很一般的，所以你就见怪不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一直摇旗呐喊说要加油，要努力。对，我知道要加油，努力，要。你有真的努力，要真的加油吗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每人都说有啊，什么时候会知道？考试来就知道了。但是你不要每次都笨笨的，要缴白卷的时候你才说我要好好去考试，就晚了一点了，对不对？道理就这么简单，我已经今天从头开始讲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今天从头开始讲到现在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道理精不精深？精深。浅白。浅白。既精深又浅白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所以人间啊，可以犹如神仙乐园，人间也可以犹如地狱深渊，都在一念之间。